Diesel 第一个登场的选手苏运熙。补播两周，这是一条街区部的编排。少年低龄组贴滑一共包括七个动作，其中四个跳跃，两种不同类型的旋转以及一套街区部。厌食姿势转蹲踞姿势，换足的蹲踞姿势，直立姿势，重心稍稍有一些不稳。苏运熙。